最近有同学说 PS4 游戏在 PS5 上不能创建存档，我测试了一下，果然不能。是否要创建？怎么都不能创建。然后换了一个游戏，创建新存档，是，还是不行。有的游戏能创建，有的游戏不能创建。你们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？问题在这儿啊。PS4 的手柄是圆圈确认 X 键返回， PS5 的手柄是 X 键确认圆圈返回，你们明白了吧？我刚才一直摁的是 X 键，是无效的。这时候呢，应该摁圆圈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换一个游戏，问你是否要保存，摁圆圈键。 PS4 的游戏大部分是这样的，它是没有对 PS5 做适配的。如果对 PS5 做了适配的游戏，摁 X 键是确认。这个小经验分享给各位。